提出露营区。现在站的位置就是看日出的地方。来拍个缩时。今天住在森林区，平日包场。今天11个人，有8个人是露营的新手，我们来看看会闹出什么笑话。想不到搭得挺顺利的，现在要帮床充气。原来还有充气机这个伟大的发明。后来被我发现，原来根本就充错边，看这飘逸的头发就知道了。搭完帐篷要来吃个泡面，大家在煮饭的时候，我也忙着在旁边搞飞机。露营区还有一个森林步道，正试图说服大家一起来步道走走。步道前半段真的很好拍，可惜我是负责录影的。哎、欸，你拍照哦，我是录影的哦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拍吗？你我没有，我是录影的。啊、我录影的。哎、欸，我的脚很酸，你录影的，你就录到这么长，对，我会录到这段。抽筋是不是？后面有段步道就有点陡，不太好走了。还好全长只有 1.3 公里，而且不用原路下山。回到帐篷区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公共设施。一般洗澡的时间是有规定的，但因为我们今天包场，所以就没有限制洗澡时间。然后这里没有饮水机，所以建议的话要自己自备水哦。往内走有冷藏跟冷冻的冰箱。包场就是这样，连冰箱都包了。厕所有蹲坐式，有附吹风机，洗澡区。天色开始晚了，大家开始准备晚餐。可以煮了，可以煮了。那我们要选。可以煮的东西都还没好。你可以加吗？先一人一只好了。我来吃。那个生菇是要点对不对？应该可以，因为他们有很。来自俄罗斯的 DJ 也在忙着编曲。吃完饭要来运动一下，开始拿着灯棒进行神秘仪式。3、2、1。接着大家开始玩游戏，射龙门。每个玩家会拿到2张牌，并自由下注。发牌者翻开第3张牌，如果第3张牌的点数在玩家的区间之内，玩家赢1倍；如果第3张牌点数在区间之外，玩家输1倍；如果第3张牌与玩家的点数相同，也就是俗称的撞注，则玩家输2倍。谢谢。可是还有，他是很难拿过来。
个是四个，就是你想要下大的时候，通常会出事。四到九，就是比如说撞到二跟九，蛮多的，有六个数字。那五个就是四，撞了，还有两倍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种撞到就是要真的很衰，对，真的很衰。这个一到十一，是再五个，再五个，好，还好不用。double， 对，所以现在彩池里面就很大，对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很悲惨，你怎么算你也不会算到下一张是什么。还好是对，对，然后也有人输，就是一直换钱，一直换钱。我跟你讲，我碰不完，而且是有碰不完这种消耗运气的游戏。这是消耗运气吗？就是如果这个赢需要运气的东西，我不会玩，只要有可能会有花运气，要浪费运气，我会把运气放在这个。那这个没有钱的可以吗？啊，朱乔，你来了。不是朱乔，你根本不用担心呐、啊，未来你运气超好，对啊，你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赢了，对，就你用说也是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因为他很小心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他很小心，为什么？就是有钱人会更有钱。听完有钱人的故事，休息过后起床准备拍日出，天都还没亮，微飘雨，最后云层太厚，我在雨中站了一小时，仍然没有拍到。还好昨天有拍到云海。早晨很幸福，有大厨准备早餐。哇，真的很心动。好了。呀，这个重量太夸张了吧！收拾完，最后来张大合照。